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到那个哥布林开启的地图藏宝秘库。然后大家看下面有很多哥布林啊。然后这边因为刚才死过一次了，所以我那个传送门没有消失，所以我又可以再进来一次了。然后刚才在打 BOSS 的时候死掉了。哦，这怎么打啊？不太会用技能呢。那我就要用那个射呀，无间炼狱。死亡风暴代谢反应重生，可是没有，现在没有尸体啊。 OK， 那我知道了。啊，按错了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吧，用这样去打，看会打过。痛！魂灵不足。躲不掉那个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飞猪，飞猪，飞猪来了，飞猪来了。我刚打哥布林，打完真是很累。终于。
赢了吗？贪婪的保险箱，钱多多。哇 ，nice nice。好恶心哦！我觉得我好变态啊！没东西了。哎，小朋友不要学啊！好饿哦，没有宝箱了吗？好了，能见识到你和这位涅法雷姆去过的地方。那我看一下我拿到什么好了。还有凯恩一起冒险的故事，感觉好像我也在现场一样。当时的确是相当不同。缓速，我就随便穿的啦。要玩游戏我就开心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来鉴定一下那样本是什么。新速型外观，哎呦，好像蛮强的耶。这样子物品箱的孔内的宝石效果提高79%，不是用传奇宝石。哦，好像不错耶。这个给你装。这东西很有帮助。OK， 好了，哎，怎么？传奇宝石？击杀敌人时。哦，也要穿某个贪婪的女王派出的手下，四处搜刮财宝。这些手下各带有特殊的宝石，也找出更多的宝石。据说屯宝魔的恩惠就属于那珍贵的宝石之一。哇，这个是很好啊！啊，这我不清楚，我随便打到了。好，存下来，这个之后再用。然后这个戒指嘛，暴击，那就这个好了，这个先留着。好了，这期咱们结束。喜欢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左下角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个赞，主动追踪消息。谢谢大家自己收看的，谢谢，拜拜。